Welcome back to 1.5 Generation Show， 我是庆林彦小创哥。前段时间角角在抖音上举办了啃角说唱大会，很多粉丝他们就 at 我，他说小创哥你一定要参加。其实我很直白的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参加比赛了，机会留给年轻人。但角角他亲自联系我，他说小创这个机会能够让你带一波流量，然后加一些粉丝，那我真的就是义不容辞啊！说实话 ，I gotta keep it real， 我也希望多涨点粉丝啊，我就参加了。两天之内，我基本上就有400多万的流量，然后20多万的点赞，那就引起了一些不喜欢我的人的脸红，然后就开始私信就开始骂我了。99.9%都是 PG1 的孝子，还是杀手号的孝子，然后就讲了很难听的话。我不想在这一一跟你们分享，因为曝光你们呢，你们还是年轻人，我希望你们有个好的未来。讲了很多像你妈还没有 S 吗？这些讲这些事情，然后呢，你餐馆现在还没有炸掉吗？七七八八的。OK， 讲到餐馆，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在2个月前，也有很多粉丝他们就私信我，他说那个说唱新时代的现代的 rap star Doggy 嘛，他写了这首歌，那感觉怎么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讲背后的故事，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 Doggy 他现在就是走的那么高，而杀手号他进了20强，进了张靓颖的战队，到现在也根本都没什么声音。Let's get it。OK， 这首歌叫做《狗拿耗子》，我们就直接从 verse 开始听。OK。这个点卡得好，真的。三丫，牛逼。一个网上写着这个真的牛逼。OK， 来个缓冲 ，slow down a little bit。OK， 哎，哎 ，I see you, doggy。哇，这个点真的惨。这是他做的事。是想要我的命，断了我的财路。Right， 讲道理的开始。That's right。Let's get it。That's dope。 我再多说一句，所有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没错，我们自己热爱的音乐，热爱的说唱音乐，我们是为了梦想，为了生活， Preach， 为了各种原因，所以我们不要互相伤害，同胞跟同胞之间更不能互相伤害。 Beef 的事情我们用歌来解决，我们用音乐来解决，我们看谁的 rap 更硬，不要带到别人的生活中去好吗？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不管是东北还是北美，我们的心肯定都是在一起的，我们都是中国人好吗？ That's right，Chinese for life, baby. Shout out to Doggy, right? OK, 所以说这首歌呢，他写的时候他其实根本都不想参与，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OK? 当时他看到就是说杀手号啊，他找人想要就是置我于死地。在美国你知道在5月份的时候是黑人游行非常巅峰的时候，很多小生意的餐馆都被砸了，便利店都被砸了，他们想说我歧视黑人，然后一个晚上就100多个人在恶评啊，就是说这个老板就是拿着枪送外卖就想要杀黑人还有那个拉丁人。但他们不知道的，其实我从小到大跟黑人和 Latino 一起长大，就连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
他们很多 leader 都是我的朋友，我凌晨3点钟打电话给他们，所以他们想要置我于死地啊。一个 beef， 大家就是在网络上的，在歌曲上来对比，用这么歪门邪道的东西想要来搞别人，这是多么心狠手辣，想要置我，首先断我的财路。你知不知道美国游行的时候要砸一个人的店，也许他会把老板都枪杀了。一个人在中国想要搞死在国外的同胞，你说这么恶毒的人，我们现在就不谈你的 flow， 不谈你的造诣，不谈你赢过多少地下八音的冠军，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 Doggy 比你走得远，这就是为什么就算你上了秀，你都根本没有镜头，就算你上了秀，很多人都会知道做的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啊，有一天都会东窗事发。我真的不想拉出来讲，但是我今天想跟 PG One 的孝子还有杀手号那些 DBC 支持他的这些脑残粉来讲，不要再来骚扰我了，已经是2021了，有什么就过去，我告诉你。但是你们做的这些肮脏事我不是不说，我在这边只想告诉你们，诺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 rap 的 beef， 你要搞得我全家，断了我的财路，断了我的性命，想把我的生意都砸掉了，这是非常非常 evil， 就是非常恶毒的一件事情。 Alright， that's the reason why 我希望 Doggy 这种正能量的歌手在中国能够越走越远，说唱歌手人长得又帅。 Alright， 你看我的手切菜帮肉帮到这次已经受伤了，还来跟你讲。最后想跟他加一句，很多人还在问我，你觉得 PG One 怎么样，是不是中国的顶到中国说唱界的天花板，请你不要再来问我。如果你觉得他是就是咯， OK， 因为我觉得他是 trash， 如果你 ask me 你会得到的回答也是 trash。如果你问我你觉得他整个台风整个 style 是怎么样，我觉得他就在2016年学的功课，模仿的 BY 模仿的很厉害啊，对不对？我觉得他对你们很好啊，卖一张专辑1666或者88都有人买啊，然后他的 flow 是很屌啊。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 What is a flow without a soul? That guy, he's soulless. He ain't got no soul. I don't see the soul in him. Peace.